第十二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在厦门登场，台湾旅行业者把所有行程公开透明，直接在现场展售，招揽陆客。而金门和厦门旅游局首度联手举办的金厦旅游节，也在周六上午热闹展开。来了23个省市，总共40几个县的各级的主管也来了，这个31家的媒体也来了。这个我想，这个是第一次办的，我们会把它办得很好。金门县政府以发现金门为主轴，行销在地风情，包括战地文化、闽式建筑、观光特产等多元主题，还邀请大陆23个省份的旅游业者前往金门采。让他实际去体会整个金门是适合做漫游跟适合他去做深度旅游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大陆旅游推荐里面的一个重点。两天一夜的行程，实地走访金门观光路线，体验在地文化，双向交流，渴望带来更多人潮与商机，达成百万陆客来金的目标。记者金门综合报道。